外呢，还要发展这个高端的金属材料、高端的装备制造和汽车的零部件生产能力。他们计划是到2015年呢，这里要形成年产值1000亿元以上的。在今天的这个仪式呢，来了很多的首钢下属的企业的职工代表。那有一个职工代表就在这个仪式上发表了一个讲话，我看得出来他。